好想快啲到圣诞啊！哇，呢度真系布置得几有 feel 喎！等我一阵都打个卡先。系啦，你哋有冇安排嚟紧嘅节日点过先？我就谂住同朋友过嘅，因为出嚟做嘢之后咧，已经好耐冇同你聚旧啦。咁圣诞节呢咁特别嘅节日，梗系留翻同啲最重要嘅人一齐过啦。我知道，就系 Anson Lau 啊！啊，你约咗我咩？我哋唔系要做嘢。不过呢，如果可以同 fans 见面嘅话呢，就更加开心啦。至于我同屋企人同朋友呢，就算冇时间聚一聚呢，我都会抽时间去买礼物俾佢哋嘅。估唔到你哋咁忙都 plan 好晒做啲咩喎。係呢，最近天气就开始冻，冬天肌肤就最容易干燥㗎啦。你哋点 keep 住自己啲肌肤靓靓仔仔先？呢样就难讲唔到啦。自从做咗 Shiseido 嘅代言人之后呢，所有护肤步骤都一清二楚。早晚洗面之后呢，就用 softener 啦，跟住当然唔少得要用增强免疫力精华嘅 Ultimate， 跟住就要再用 Vital Perfection Magic 三步去纹净斑。最紧要梗系向 Anson Lau 偷下师啦，睇下佢呢批用咩就最稳阵啦。你咁关心我嘅咩？得啦，唔使咁忙住。但你唔觉得我双眼好有神咩？无论系唱歌、做戏定系跳舞都好，眼神系好重要嘅。所以平时除咗 skin care 之外，我平时搽 eye cream 都好勤力嘅。所以我双眼咪咁精灵咯，好似阻住咗你哋，不如我都系走先啦。你坐我班车先。你都未讲你点样护肤。咁呢排啲皮肤的确系比较容易干燥嘅，咁所以就 keep 住早晚用 Ultimate， 咁就可以提升肌肤嘅免疫力啦。我发觉用咗一排咧，即使而家天气咁干燥，皮肤都仲系好有光泽、好水润，一啲都唔觉得 dry。圣诞节最紧要有礼物收啊！嗱，我就帮你哋准备咗一系列礼物同埋日式装饰，而家咧你哋就可以根据指定嘅对象，嗱 ，Anson Lau 咧就系最亲密嘅人。Eden 就是最想多謝的人，而 Ian 就是最重要的人，去設計一份專屬他的聖誕禮物。喂，未開始得㗎，唔好以為放曬所有入去咁啊搞掂先得㗎。一份禮物咧，除咗個餡可以體現到心意之外咧，包裝都好緊要㗎。你是不是想讲日本的送礼文化呢？日本人认为呢，礼物就是代表尊重啊和心意的象征。咁所以其实呢，包装都会计埋礼物的一部分啊，因此他们特别重视细节和心思。冇错啦，100分。而 Shiseido 呢的 Omotenashi 呢就可以体现到这个的送礼文化啦。所以呢，你们就要以透过日本的送礼文化所讲究的细节和心思去设计啦。嗱 ，Anson， 我知你咧成日都做送礼人嘅，不如你讲先啦。我知道咧，你就拣到送俾最亲密嘅人噶啦。讲到最亲密嘅人，我想送俾我家姐，佢呢排好忙，成日唔够瞓，对眼冇乜神。我拣咗最近经常用嘅 Future Solution 精钻眼霜，我知道佢系 Shiseido 最尊贵嘅 line， 里面有日本传奇再生植物延命草，同埋好多种日本珍贵嘅植物精华，有效淡化黑眼圈、眼纹。同埋緊致眼部肌膚，就好似我對眼咁，一樣咁精靈。你都係望翻嗰邊講啦。OK， 咁我最重要嘅人咧就係我媽咪啦，送俾我媽咪梗係揀 Shiseido 嘅王牌產品啦，就係呢支第三代新升級王牌免疫力精華 Ultimate。咁除咗呢支紅色嘅咧，仲有支黑色 Shiseido Matte 男士版，每人一支 Ultimate， 咁就可以一齊幫肌膚增強免疫力啦。我咧就要送俾最想多謝嘅人，咁梗係送俾人見人愛嘅花姐啦。我就揀咗 Vital Perfection 新升級亮光精華，佢嘅珍貴紅花精華可以擊退幼紋同皺紋，令到肌膚好似發光一樣咁靚，咁就可以還原花姐最真摯無瑕嘅一面啦。你哋真係好細心啊，留意到身邊嘅人嘅需要，佢哋收到你哋精挑細選嘅 Shiseido 產品，一定好開心啦。嗱，最親密、最重要、最想多謝嘅人咧，都有禮物收啦。不過你哋好似漏咗最支持你哋嘅人喎，不如你哋親手寫翻低啲祝福語喺張聖誕卡度送俾佢哋啦。今個聖誕節唔再寂寞，因為有我同你一齊過。Merry Christmas！圣诞快乐 ，Always by your side。今个节日有我一起陪伴住你。圣诞快乐，圣诞节有我的笑容融化你，不会咁易冻亲。You are my only one。哇，你哋宠爱粉丝真系世界第一啊！今日时间咧就差唔多啦。差唔多，咁你仲匿喺镜头后面做咩啊？过嚟啦！你都未同最支持你嘅人讲祝福说话。唉，嚟啦嚟啦！
嗱，頭先咧，你哋又送咗俾花姐啦，又有家姐啦，又有你啲 fans 啦。咁我咧就梗係要將我嘅聖誕願望咧送俾所有人啦。同埋聖誕節就係一個即係好開心嘅日子嚟噶嘛，咁應該係所有人咧都一齊開心嘅。不過咧，頭先我見你哋咧，嗱，聖誕樹啊砌好咗，禮物咧又預備好曬，不過好似仲爭咁少少嘢。誒，我知爭啲咩啦，一、二、三。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. Bye bye. 聖誕節快樂 ！Merry Christmas. Merry Christmas. Ye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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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今日就係冬至啦，記得同屋企人做冬啊！好塞車㗎，今日早啲收工，準時開飯。想同我哋見面，記得打開5G lens 啊！睇埋你揀啊！唔想睇嘅咧，唔好意思啊，你都要夹睇。而家加入 CSL Mirror 5G Plan 就可以抽全城独家嘅 Mirror 卡，用 CSL 5G Lens Scan 完就可以睇到我哋绝密嘅 Busking 片段添。正经嘅话嚟听，仲有一个好消息，就系将我哋三个嘅卡合拼，就可以 unlock 埋个小惊喜。立即投入 5G Mirror 世界啦！无需出走嘅美国旅程。由我带你出发。Dryas D Collection 脆皮雪糕批，白朱古力配加州士多啤梨雪糕，黑朱古力配地中海樽子雪糕，让你细味一趟环球之旅。Dryas the Nestle。Surprise?我想好送咩啦？要圣诞节成班人玩得开心，最紧要有气氛。下星期 party 想食咩啊？不如嗌到会啊，寿司、泰国嘢，总之嗌到成台都系最好啦，系咪？这个外卖呢就是我今晚餐饭来的，现在叫外卖用 City Plus Debit 或者 Credit Card 给钱，有 12% 回赠，这么着数你都快点试一下吧，由早餐叫到晚餐都吃住赞。有11个兄弟买少一份都不行啊，喂，忘记了做花姐，帮我即刻买一份礼物给他先，行。现在用 City Plus Debit 或者 Credit Card 买东西还有很多折扣，果然是我最爱的 City Plus 消费奖赏 Playlist。 你猜猜这份是什么来的？你都快点用 City Plus Debit 和 Credit Card 买礼物吧。要感情升温，心思的一定要做，礼物搞定，餐厅 book 好，连回屋企的的士都 call 定埋，有 City Plus Debit 或者 Credit Card，食买玩行都有咁多优惠同奖赏，你都快啲用佢嚟帮另一半准备一个最完美嘅节日啦！记住先啊！点解我架巴士仲未到噶？咁耐都未有车，我翻到屋企咯。我啱啱先上车咋？玩咗成晚咁攰，梗系 call 的士啦。你哋下次记得用 City Plus Debit 或者 Credit Card 俾钱飞的啦，而家仲有回赠添，食买玩行都 take care 到你啦。Good night，City Plus 你独有嘅生活理财 playlist， 你试咗未？City Plus 我最爱嘅消费奖赏 playlist， 睇下买咗几多嘢。
而家喺 City Super 同乐安门市买嘢有高达 20% 折扣 ，HKTV Mall 都有高达 10% 回赠。出街啦！啊，咪住，加翻 City Plus 张 debit 同 credit card 落 wallet 度先。点啊，咁快攰啊？好啦，坐的士啦，好冇？用 HK Taxi 有 5% 回赠。你咪肚饿啦，我都肚饿啦，嗌定外卖先。嗌户户送 Deliveroo 或者 Foodpanda 都有 12% 回赠。而家打机货金或者听歌睇戏都有 5% 回赠，抵晒。都打埋呢铺先啦，肥咗你。City Plus 一个 app 就系我最爱嘅奖赏 playlist， 你用咗未？无论食、买、玩、行，随时 level up 奖赏惊喜，一路消费一路赚。用 City Plus Debit Mastercard 在其他商户都有高达 1% 回赠。Level up 财富同生活 ，City Plus 玩住赚更加多。立即开户兼出 City Plus 信用卡，可享三个月额外 3% 储蓄年利率，兼上你自潮耳机。City Plus 客户可以在 Jacko 柜员机揿钱，全香港都有，超方便。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，借定唔借还得到先。City Plus 我最爱嘅投资 playlist。美股9:00开始，要买美股梗系用 City 啦。早晨啊，系咪肚饿啊？投资最紧要有得拣，除咗美股，仲有港股同埋 A 股，买卖前后唔使将啲钱转嚟转去，一个 app 搞掂晒，跑赢时间。投资搞不懂冇问题，投资达人仲会 stand by 帮你解决投资疑难。City Plus 有一系列投资攻略，连 AI、Cyber Security 呢啲趋势都分析埋。City Plus 一个 app 就系我最爱嘅投资 playlist， 你用咗未？Level up 财富同生活 ，City Plus 玩住赚更加多。而家成功网上开立港股户口，可享280蚊现金奖赏。由即日起至12月31日，买卖美股佣金每单只需$1。City Plus 客户可以喺 Jacko 柜员机揿钱，全香港都有，超方便。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。为了健康，我都用紧 Circle Health Pod 啦，你仲唔快啲一齐 action？